吃，懂吃打吃。我们直播开始喽！好，还没吧？没有，通常都前三分钟我们是不会讲话的。哦，要让大家知道，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吃鱿鱼丝跟凉糕好了。哎呦，凉糕不得了了耶！可能要剪刀剪，刀剪吗？这边有剪刀。他有剪，给我们，要这么剪？要剪的哈，我会用啊。好，你会开？先按吗？你会用吗？他打完了吗？打完了吗？打完什么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开始了。对啊，他叫他看直播，这样就好了。进去了没关系。直接进去。看不到。是你看不到。看得到，看得到。已经有800多人来了哦，600多了，600多人了，600多人，差不多，700，快800，快800了。没有，现在打蛋糕了吗？好啊，好啊。仙人掌凉糕。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直播？因为我们直播换取我们在岛上的食物。没错，真的，我们很可怜，我们现在被饥饿团队虐待。我们现在要换食物，被欺负了。我们是要换水、换厕所的。对，被逼着开直播。我们刚刚去用水的时候，我们先跟大家讲，大家不知道这个状况。对，他们不会懂这个。我们现在在红。对，然后我们在入饥饿的6周年，对，然后为什么我们在一个岛上，这个岛上平常4点钟之后就不会有人了，但我们现在深夜了，我们还在这个地方，为什么？看，收看节目，看节目，锁定6周年播出，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岛上。我们会进行的是《饥饿游戏之荒岛求生记》。对，真的荒岛，是真的荒岛，无人岛。那为什么其他几个人没有看到呢？只有看到我们4个呢？请锁定《饥饿游戏》6周年。我只能说，饥饿真的没有比饥饿，只有饥饿更饥饿。饥饿的是什么？超级饥饿的，没有比饥饿更饥饿，只有饥饿更饥饿。有这么复杂吗？对啊，复杂。懂吗？再简化一点。再简化一点，就是呢，没有最饥饿，只有更饥饿。没错。对了，不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对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荒岛上面，这荒岛上面呢没有电。对，然后什么都没有。我们要在这边度过一个晚上，然后今天是7级风，我们这张帐篷呢全部都飞起来，我们现在压东西在里面，它才可以在这个地方。我用砖头把它压。对，然后呢，没有人性的饥饿游戏团队，他们居然还把我们的水，唯一的水给停掉，只因为刚刚我们吃烤肉。分他们一块肉，他叫我们直播，但是要开水。你们说他们过不过分？过分！我们为了要集体抵制他们，你们现在全部都不要看，让它变零，直播也没有用。真的关掉直播，关掉直播，消失你们。是这个直播不要看，不是到时候节目不要看哦。节目一定要看，要看了啦。节目好精彩哦！直播你们应该瞬间看数字掉到零，哦，那个记录。人变多了，人变多了，对不对？600，现在9000，人变多了。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们不是，你们先扫给大家看，因为他们看我们这样，对，所以我们好像在中秋节，真的全黑耶。各位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边是一个澎湖，哎，多远？你看得到的灯光是澎湖本岛，对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现在在这个小岛，走路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绕岛，哎，这是一个很小，一个好小。我们现在是在澎湖的澎湾，澎湾滩。澎澎滩，其实今年呢，我来澎湖的第4次，然后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有名，然后呢，大家都说这个地方就像澎湖的小马尔地夫一样。然后我这次一来，我真的是觉得真的太美了。对，因为他们说是什么最新形成的岛，对，所以它真的非常的未开发，对，非常很原始，真的是原始，很原始。然后它真的就是我们看到它就是全部都是贝壳沙，然后很漂亮。整块都是白色。如果它上面呢，可以呢有一些固定的帐篷，太更好，有点遮蔽物啦。对，然后呢，真的如果下雨，我们真的就难死。对啊，真的如果下雨，今天我们晚上，我自己是打算晚上可以不要睡觉，因为
难得在海上面，然后却在一个无人岛，然后可以看星空、看月亮，但是非常美的，上边没有光害。对，然后只要能够给我有水就好了。淡水，淡水，给我们淡水。所以我们现在直播了嘛？对，直播了，那这样就反之，我们可以有水了嘛？对不对？没有，你要帮那个饥饿的金钟拉票。还有人气拉票，对，我们从现在开始计时哈，好，现在是76162，好，半小时内如果要增加50票，好吧，50票，标准定半小时，76162，我就帮你们开水，76162票，都50票嘛，好不好？所以只要76612，300多票而已、啊。300多，太夸张了。50跟300多，你觉得差不多？好了，76300，好不好？76300。然后现在观看人数是多少？现在观看1462。1462。1462。重点是重播的都不能再重播。对啊，对啊，那我们现在。而且他们赶快分享啊！半小时嘛，没关系，半小时的时间，其实让他们有时间去分享。你们怎么可以来这招啦？好不好？外面有水啊，很危险的。好，要跟观众加油，300多票这样子。好，你不要逼我，我待会就拿那个海水来煮，然后蒸馏出来水，然后来接哦。你不要让我们过那个威尔森的生活。我们这自己蒸馏水。好，那么大家赶快投票好不好？我想加摩呢。对，那个1400多位朋友，1500了，1500了。1500了。可以再投一次，对，所以、还有决赛。之前投过那70000多个人，你们是可以再投一次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票数应该是要大爆，应该要大爆，应该会要14万左右，差不多嘛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不管你们有没有投过，现在都去投，都有机会嘛。我们只要变成17,300票就可以了，71,300票，6,000，76,300，76,600。从现在开始，10点之前哈。赶快分享给朋友，不然就晚上就没水用了。好了，拜托大家，拜托，我们已经忙了一整天。哎、你说，有投票的人还可以去我的社团参加抽奖。阿喜加入直播了，阿喜在看直播。阿喜，你还要看直播？你还在看我的直播？他代表他网络，他有网络，他网络很好。对啊，我的妈呀！他说他问你们好吗？你说呢？我跟他讲，我想回他的话，我没有办法在节目上讲出来，会被消音。对，会被消音。阿喜，我们只能够用嘴型告诉你。好，各位啊，你看我们真的啊，我们饿了一整天啊，然后我们现在只能靠这个还没有滚的水。阿喜说他刚洗好澡啊，刚洗好澡。哎，我们是早上连洗，没有，可以告诉阿喜看直播就好，不要说话，不要留言。我的水被滚了，还有直播，你在洗澡？对，才跟我讲你刚洗完澡。不要脸！洗澡呢？我们全身又黏又脏。我等下要下海洗澡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阿喜直播洗澡不得了了。哇塞！可以吧？对啊。这题也真的好。那去那边拉票。阿喜，那阿喜你开个直播帮忙拉票好了。拉票一下喽，这边点水都没。
没有，我们这个面待会洗下去，如果真的没有水，我们晚上就用这个竹泡泡面的水来洗澡。可怜。艾伦哥也来了，艾伦哥也来了，艾伦哥要不要救救我们？哎呦，对啊，你看我们用这么小的茶壶要煮四人份的泡面呢。哎呦，投票啊，各位，麻烦大家赶快投票好不好？求求你们了，只要三百票好不好？剩一百四十票，哦，剩一百四十票是不是？对啊，哎，现在加多少了？加多少？有进展吗？现在是。投票，我自己要投票，要投票。